哇，你看我们今天的阵容，我们的通灵师 Alicia， 还有一级法师。今天哈，我们还会跟随黄凡士一起，就是为玄天上帝同庆他的这个宝诞千秋。他不是去加持的，那个原本有点暗那样子，哎，突然好像比较光那样。那个车不是卡住了？啊，对，那个树，然后那边其实有东西。是飞行吗？我跑了，真的耶！你要跑就知道你要跑了。哎呀，这个冰冻，我太厉害了！再跑。哦，哇塞！我在想是不是在清理？是在清理，我要第一个的，就是在清理。哦，我是全身一直在。我看到一群黑烟飞出来哦，我们来这里讲。Oh my god， 刚刚真的是我们台中，因为哦，每一个呢，他好像神明啊，都是在门口罢了嘛。然后刚刚那一间家，就是元帅是特地进到屋子里面，然后直接越过那个神坛。然后我一看的时候，哇，真的是有一团黑烟样子放出来。然后而且元帅呢，是还拿着那个鞭进到屋子里面去打别人。然后我现在全身鸡皮疙瘩很严重。而且这个家应该是有感情的东西，因为一直在上面不好了嘛，一直在上面那边屋顶上。可是现在神明都在这里，而且是整条街的神明都来，他跑了。跑，我不懂他做了什么，反正他是一下子就是把他整个黑烟灭掉了。哇，元帅厉害，谢谢元帅。哇，哎，那个旗有光，那个旗的光，刚刚他甩旗的时候吗？哇，我鸡皮疙瘩，这整个光了，你看整个家光掉了。在我的眼睛看到是一样的东西啊！我这个大麻瓜，我只是知道鸡皮疙瘩罢了。这个人的家里有邪术，应该是把他驱走，不然他不会进去。那时候也是有看到其他灵体，他们就还没有进门的时候，他就已经飞走了，直接想走了，自己会闪开。对。然后这个是一团烟在那边。哇，可惜耶，我们哦，大概 KL 啊，住市中心啊，就没有这些游神。我也希望神明可以去到我们家去祈福，这样子。也可是你们看不到出来。哇，而且看节目也是一样，我有震撼到，我没有想到。对，因为我看到他一进去，我想哦，对喽，对喽。没有什么，我要进去看。哇，外面都有看到了，带着通灵师来记好啊，还现场直播，就可以翻译。谢谢 Alicia， 哇，我真的是会进步，我就会让很多信徒哈会有信心，你知道吗？你懂吗？我真的，而且有一些家的他们那个神像不是光不是很强，还进去加持了就发亮了。我刚刚哈除了跟。敢跟元帅说元帅好之后，我都不敢跟他讲话了，因为元帅他有一个威严那种威吓的感觉，对对对，将军嘛。然后刚刚有跟我对到也是，你知道我就好像感觉自己。是醒瞳是吗？他是开着。那时候 Andrew 其实有讲过啦，好像开眼睛或者是关眼睛是他们控制不到的。啊，对啊，神明讲他神明要开就开，关就关。大圣爷要跑了。遍地黄金。遍地黄金。猴子猴孙。猴子猴孙啊。是啊，在这边、哦、我们这边就是猴孙哦，我们是猴子。可爱，刚刚大圣爷在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你们有看到吗？有看到我的猴子猴孙吗？在大街上，什么遍地黄金？我在想那个是本来哪来的啊？对他来讲，可能那个就是黄金，对，是很特别的游神。对哦，而且有印度人一起庆祝，是哦。我是觉得一级法师他们很帅，真的很帅，很有那种哇，你一看到就那种正气的感觉，太帅了。来，我带你们看一下其他的游行的花车。
什么弟弟会穿袍的？翻中堂。翻地的翻地，三中地吗？哦，对，好。感觉今天是盛晨爷来带我来运动的，可是我有点担心，就是因为盛晨爷和大松爷他们是没有穿鞋的，哎，会受伤吗？这就是问题了，过了水要收拾。台湾是有专门人在扫地的，哦，马来西亚没有。然后一些老人家飘去他的家里，他又避忌，他又不喜欢。明白 ，OK。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，一举法师呢是说，在沿路上呢，他其实是有看到，地上有不少的那个锡纸，可是其实，在他的这边，他是认为说这个。锡纸啊，落洒到地上，其实，有点困扰啊。因为在台湾的话呢，其实是有人会负责去扫那个锡纸的，可是在这里很多是没有人特地去清扫，然后那个锡纸可能就会飘到别人家的家里去。然后大家也知道嘛，锡纸是给好兄弟的过路钱，
可是如果飘到人家家里去的话，可能有些人也会比较忌讳一些。现在也是很纠结，他一直很想问元帅他到底是谁，然后我就讲你这样子问元帅，元帅会不会回答你就是你？然后我就跟他的老板在讲，请告诉我是谁。可是我们现在很纠结的就是不懂什么时候问才是对的时候。哎，我想突然冲上去，元帅来个报告。完的时候，我就自己跑上去问他，有没有觉得元帅他的动作全部都很帅？我觉得他这个比较强悍，强悍。比起上次我看就是 video 那个另外一个太子，哦，玉皇太子殿下，他是风度翩翩的感觉，啊，对，那个太子吗？就不像武神印，这个很像武神，是，就像他的出那个什么打。那个什么手势的时候，他就是很有力的。嗯，这个我觉得是很大的区别。稳住，要跑的比人还要快，知道吗？跑的比我，因为我往后面跑，我老笑。跑不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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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，我们从晚上7点开始游行，一直到现在已经3个小时多了，然后现在好像是快要回到玄上潭了。各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的感受，走了3个小时之后，除了脚酸还有腰酸背痛，然后我真的更加佩服就是这一些神职人员为神明服务的朋友，你看到吗？
他们是常常都在做的这些事情，然后他们不只是身体上的劳累，然后在这个圣诞之前之后都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功夫，所以真的辛苦大家了，然后也辛苦我们的神明以及地宫们。真的觉得很特别哦，在马来西亚就会看到这样子的情景，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族群会准备华人的这样子的神台，然后来迎接我们的神明。Yeah.
辛苦了。你好吗？还好吗？不会，你们比较辛苦，跟着我还行，考三年，你们是整个精神和身体啊。哎，你还好吗？对，我可以看得出来，因为我刚才有时没有吃东西。难怪啦，因为 Alicia 有讲你今天跳桶的时候你的状态有一点不一样，有点可能不太好的状态，所以看你很累。对啊，很累。这几天因为绑花车，我一直没有睡到，吃又不定吃。辛苦了，你整个脸现在是很憔悴啊。嗯，去吃点东西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辛苦了，你弟弟，辛苦你了，你的脚痛吗？辛苦了，哎呦，这不容易，你的脚痛吗？我来看一下，好好，可以看脚板吗？哎呦，背那个跟都是裂了的，所以长期都是这样哦，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去查药就。而且我发现哦，可是你们的鞭会比较长哎。啊，对。有什么说法吗？没有啦，就是爱玩长鞭罢了。好穿哦，我觉得特别高难度，可是打出来的那个声音都很有震撼。因为我们自己做鞭嘛，所以我们就有时候自我挑战一下，看打几长的鞭，然后那个鞭几耐，我们自己会知道咯。厉害，辛苦了。那才辛苦了，也是走了很长的路。OK 啊，我就当做运动啊。等一下，你看，他夹头发走。头发很丑，很丑，很胖哎，很帅，可爱。来，我们说一下你现在的感觉。上次是二，我都没有参加。现在还是二，可是想要等一下还要吃素。哦，对，哦，是哦，要过十二点才不没有吃素啊。我们好像要吃到初三。哎，你们是要连着从这个蛋之前啊？因为其实三月初三才是真正选择上帝蛋。对，可是你们要吃到那天哦。要吃到它的，要吃到初三。现在只想睡觉。可是我今天看你的状态都很好。对，状态很好。赛赛也很开心。跑来跑去哦，好痛啊！对，带我们全部减肥，来瘦了一圈。不要再讲这个字，大家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等一下，你看，很饿，赶快去吃。还有两分钟啊！哎呦，我还在找他在哪里呢，结果捧着一个空盘出来。我们的，我找对镜头哎。不要害羞，我们的齐天孙大圣的鸡头烤栗，这是第一次，很尴尬。你知道吗？你第一次哦，我在台岛第一次开始第三晚饭的时候，对，那是我第一次拍到你嘛，然后很多观众对于你一起身那一跳，大家都吓一大跳哎。想请问一下，你以前有练过武术吗？没有。可是真的是很惊讶哎。基本上我连运动都不会做运动的人。这样子，你有没有看他们的那个 playback， 看到你自己跳起来？是有看回去的，因为他们讲跳上来，然后也当中试过几次起身跳裂了几张椅子。真的？你知道你那个跳哦？就是大圣的跳啊，不落地之前要垫着脚，那个我看回之前的直播，我就觉得我蛮好奇，我这样重怎么样可以跳上去？太厉害了！然后你知道你刚才在起身的时候 ，Alicia 是全身发热，然后我是全身鸡皮疙瘩，然后你一跳的时候，哇 ，Alicia 整个是震到。对，我比较敏感啊，就是那天我们等在庙啦，神明也是有指点，因为我们有时神明会指点我们嘛，就说。我这个大圣呢，我的主呢是比较急啊，到了我们有时候没到，他先到。是那天其实有一次我们出场的时候，三彩爷也是有说，
我还没到，你的大圣也已经到了，所以那过后在庙请的时候，神明也是有指点说要去多沟通一下，因为每次要多请啊，就是说让他出来，因为他比较急啊，他也会比较帮忙啊，不就说不同神不一样，就是说要主要是来说就是啊，有点尴尬，第一次点镜头。很帅很帅，放心，我真的觉得你太累哦。好，谢谢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你啊，你也辛苦了，你也辛苦了，你要跟三个精神你。哎，我很开心，好不好？我在看热闹哎。Alicia 回来了，大家应该会很好奇，怎么 Alicia 突然间一发不见掉？因为他很忙，我跟你讲，他去抓去 OT 哦。对啊，就是被抓去问家那边。是，那你今天我们整个结尾你觉得怎样？感觉？感觉良好，感觉良好。走路真的是蛮累，是我走了这么久的路，我们走了三个小时多。我应该是两个小时有。对对，因为我进中被抓去了家的时候是坐着的，有机会是坐着。我真的很开心，今天有 Alicia 让我们知道不同维度的那个事情，很开心。谢谢 Alicia， 谢谢。结果 Alicia 没有问到。啊，对，因为我要问的时候被抓走了。我觉得天意来了，就是不要你问。王凡是帝王太子殿下主题，黑马欧马哗啦，天山川团队，黑马欧马哗啦，提起我提起，黑马欧马哗啦。在游行的过程当中，好几次莫名有种想哭的感觉，不懂为什么，也许是看着老百姓们不管老少，从他们的眼中我看到诚心诚意。神明啊，祈求您保佑这些善信们，愿他们能够减轻痛苦，获得健康祥和安宁的生活，善良之人能够得到上天的眷顾，作恶之人能早日悔改，走向正道。但愿所有亡魂也都能放下执念，离苦得乐。小女子在这里诚心诚意地向神明祈愿，感谢神明保佑。